你看太短了，不好下刀，你最好别动啊。剪断在里面的这个地方，就在这里。不要动，不要好弄啊！你做好就行。你不剪的话更好修。嗯，他这看看到了没？那一个缝，就只要扎了一条缝，修过立马不疼，别动。这哪天来的？来，这哪天来的？不来这儿了，那你们没看着呢？对，可能你回去仔细检查。昨天没看。这修过了，立马就不疼了，别动了。这里面都扎红了嘛，指甲扎红了。好了，不要动，修这里。别动，别动，这边没剪好，不要动。修脚干嘛？修脚的。Hello 啊，那修脚呢？他们在修，等一会儿的。好。这里扎的也有点黑了，不要动。这一个黑点点也是指甲扎的。这点点不弄没有事，淤血。还疼不疼？不疼了吧？好多了吧？嗯。